开始玩着 PC game， 我输过了 a thousand， 表示明显爱情万岁是你今年 birthday 的心愿，我祈祷 everyday you're one hour 好眠，我黑着眼圈快递点滴冰，我忙忙慌慌可准备喜剧，起起伏伏心情想要引爆温度计，密密麻麻病历是我的日记，吃片柠檬把自己酸透，喜怒哀乐永远都不够，盖上棉被我呼呼大睡，只要有梦想就有机会，张昭明先生在吗？安德鱼被裁啊，我们是医院里的医生，有点急事想找他。这都是电人去的所在啦，你家己过来请。啊、哦，谢谢。不好意思。张昭明先生，等一下，来，医生在喝啊，病人啊，啉啊，来，帮你倒。他不能喝了吧？啊，他不能喝，你帮他喝，来，你也喝。不是，你们那张先生到底会不会来啊？哎，应该会，应该会，他下午先回来嘛，对不对？玉兰花，玉兰花，先生要不要？然后呢，玉兰花，两朵了。好，谢谢你。来，送玉兰花。玉兰花，照顾一下老人家。床就躺下。那你来，我坐一下。哎，你哪里来的？表皮层、中层的，然后中层的表皮层，还有皮下脂肪组织，以我们脸部为例，好，我看下这个，因为人体质的关系，这很多人体质啊，油脂分泌很多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哎，杨医师自己跑去把那个黑道大哥劝回来。真的、啊，难怪看到那么神奇。哎，听说啊，那个黑道大哥还说我们医院伙食不错呢。不会吧？好可以。所以他说今天中午11:30以前，一定是准时坐在病床上等着吃午餐。哇塞，这么快啊！哎，还有啊，
杨哥还切了一块自己亲手做的蛋糕给他当甜点。有没有同学？他真闲哎，又做蛋糕。哎，不要偷吃哦。不能再等了，我要去跟主任报告。我看你很累了，先回去休息一下吧。我现在不能走。燃物的吗？对啊，给你个不可燃物。你要去打针吗？是啊，对啊。没有，我刚以为你去休息了，我就在备针。我本来想帮你去打的。哦，不用，谢谢。我自己来就好。这个陈立青的化疗，他白血球要3500才能够打哦。这我知道啊。那其他的你就自己看咯。打过止吐针跟葡萄糖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现在要帮你注射化疗的药，待会儿你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哦。你能不能告诉我会有多快？什么多快？多快头发会掉光？我托朋友订了一顶假发，可能要礼拜六才会到。那你放心，还来得及。其实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，你出门可以戴帽子啊。没有啦，我想说这次疗程结束以后，我想参加我们社区圣诞节办的国际标准舞比赛。真的？你会跳像那种那个Tango那种的交际舞啊？对呀，学了好几年了，本来只是运动，根本不敢想去参加什么比赛。自从这次生病以后，我想参加一次也好。哇，好棒哦，加油哦。如果你待会觉得不舒服的话，你就按这个钮叫护士。那我先走了。名字只差
超人就直接交换看一下。以后你们不要这样子自己交换病历，我们会搞错。杨希有事吗？我来拿陈立新的病历。我们先做一下现场血压。阿彪，帮我顾一下，牙回来了。阿彪，阿爸，阿爸，如果白血球偏低就接受化疗会怎么样？白血球偏低，病人抵抗力比较弱啊。这我知道啦。好像是任何小伤口都容易感染吧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人而异啦。可是有些人就比较危险了。电梯来了，快！要我先带一件衣服过来给你看，看这个样式啊，你喜不喜欢？等一下哈。这是不好意思，这是我准备要定做比赛的衣服。这位是杨医师。先把口罩戴起来。杨医师好年轻啊！你们这，你们俩，立青，我们来看看这件衣服的样式。你看，喜不喜欢？好漂亮！穿在你身上啊，一定更漂亮。我好想买太多了。我之前有警告过你啊。没办法啊，谁叫你带我们去那么多地方啊？尤其是那个港口那些小店哦，卖的那些小东西啊，我买最多了。这里都是哎。待会儿帮你。谢谢。不会。
我是庄正邦。哦，你好，我丁启章。哎，你怎么不是？哎，我两次值班，你好像都没回去睡觉、哦。哎呦，成绩那么好，干嘛那么拼啊？我们现在实习啊，才过四分之一，你这样拼法，等到我们实习结束啊，你一定会累垮了。回去睡一下吧。你怎么了？哎，你不要哭哦。拜托了，还不要哭哎！哦，何医师，你的病人喘得很厉害。哦，我去看看，你去帮我叫放射科上来。来，赶快过哦。好的吧？好了吗？再次光啊！七兄，七兄，跑不了，跑不了。阿明哥，我有翻身机会了，去请江医师准备插胸管。喂，请问江医师有在这边吗？江医师，何医师说要插胸管，请你赶快下来一下。哎，好像男生会赢哦。对啊。怎么样？像七兄，麻烦你插一下胸管。确定是七兄吗？确定没错，我 X 光片都照好了。嗯。OK， 来，稍点麻烦七马拜。嗯。OK， 我要帮你插个胸管啊。贝贝会有点痛哈，忍耐一下哦，哈，忍耐一下哈。好，不要动哈，忍耐一下，马上就好了哈。哦，Leo，乖。你不是说今天中午？张先生。潘雪，慢点点。你喝酒了？你怎么把头剃了？啊，我免等你给我化疗，他妈那个臭头跟屁啊！你不用接受化疗，你不是癌症啊。你讲啥？你讲我无得你感情？你讲我无得感情？我无得你感情啊！真是的。这是你昨天晚上照的 X 光片吗？你知道肺部为什么会膨胀？因为病人在两个月前就已经切除了右侧肺旋叶，肺脏没有了，当然不会膨胀。你们俩在帮他插胸管之前，有读过他的病历吗？你们自己去跟家属解释吧，为什么在他胸上插个洞？王生，这边好像不妙啊。you
杨医师吧？啊，杨医师，他打了针以后有点拉肚子，还咳嗽，这样子他礼拜二可以出院吗？是有急事一定要出院吗？我们最好再观察几天。好。你要不要先躺下休息？小心不要着凉了。对不起啊，我等下再过来。谁找我？啊，杨医师。我是，我是蔡局长的秘书，我姓杨。拿着嘛，我也没做错事。我请贵院的公关帮我们安排了一间比较安静的办公室，我们不知道可不可以去谈一下。杨医师的成绩一向很好，这我们有请专人了解过了。唯一一次没有前三名，这也是情有可原，因为。您父亲在那年去世了吗？你凭什么调查我？知己知彼嘛。当然，我也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做，但是这就要看你的决定了。我们是宁可多一个朋友，少一个敌人的嘛。可是，我认为，如果蔡局长不尊重女人，他就是我们大家的敌人。杨医师，你太年轻了，你应该知道人总是会犯错的嘛。好啊，那他就承认啊，道歉啊。哦，那你弄错我的意思。我是说你还是学生嘛，对照顾病人也没什么经验，很可能误会了一个年长病患的一个小动作，把这个小错误闹大了，对你的名誉、成绩和未来的工作是不会有好处的。我们不用再谈了。好，如果这是杨医师的决定，那就这样子吧。不过，当实习医生是很辛苦的，你要加油哦，小心不要犯错哦。有什么事吗？我不是交代过陈立青的白血球要3000我才能够开始化疗吗？有啊，我有跟杨医师说啊。好，你现在赶快去收他的谭宋姐。哦。哎，周医师，刚才主任有找你哦。什么事？我上次蔡局长的事。Thank you.
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是是是，是是是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干嘛？到底要打电话还是等电话？喂？喂，雅雅吗？我弟说他有告诉你我什么时候回来，你怎么现在才打来啊？我想问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，想说带你去见一个人。今天晚上有几个同学想听我从西班牙看到的一些东西，因为我拍很多幻灯嘛，所以可能会弄到9点多10点，好像太晚了哈。不会啊，他那个人都在那边，他晚一点去反而比较好。好啊，那你大概9点多来找我好了，我们在系上那个 A5 教室，我还有带一个小东西要送给你哦。哦，好，谢谢。OK。天啊，很蓝很蓝很蓝，一片云都没有这样子，然后天气很好，然后呢，记得那边的海边是它的海岸离那个海真的海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，那所以你可以直接躺在那个
那个海滩上面，然后可以就坐在那个浮垫啊，飘飘飘啊，可以晒太阳啊，这样子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帮我看一下灯，可不可以再看一次啊？要吗？好啊。再放一遍，很快啊。不想，改天再去好。为什么？没有了，我先走了。我现在知道你意思了，雅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先走了，你跟连生说声对不起。什么意思啊？学姐，求你找我什么事？蔡局长电话已经打到院长那里去了，主任刚刚在电话上话说得很重，事情再这样牵连下去，学姐，并不是我要让这件事发生的。现在护理站人心惶惶，有人说什么蔡局长上次捏他一把，还有人说什么蔡局长把他并没有这样对我。对呀，人家都没有提出告诉了，你倒提出告诉。他手伸到哪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对人不尊重。我知道你的重点，可是如果这件事情闹开来，媒体一定是大标题，大谈医院的性骚扰。到时候我们都别想安静工作。学姐，你到底有没有站在我这一边呢？我为什么要站边呢？好，那我也不用再多说了。这件事情我会再写一份报告给你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没什么啦，女生的事。学姐，喂，哦，找周医师啊，他现在不太方便哦。嗯，好，好，好。学姐，要不要喝点水？没事吧？谢谢。
刚刚主任说待会请你过去一趟。周杰，你真的之前一眼都不知道吗？现在怎么样？右侧的囊肿已经8公分了，很严重啊，小姐。那左侧？4公分。我印出来给你看，麻烦你下围。你知道，囊肿如果太大的话，可能整个右边的卵巢都要拿掉。你之前都没有做过任何的检查吗？我去年3月就知道，我每天都在跟他抢时间，真希望能够抢在问题发生以前能够有个孩子。巧克力囊肿本来就会让你很难受孕的。我知道，你不要太倔强了，这已经不是心愿的问题，他已经病变，他没有办法承担你的心愿的。不会不能生了吧？我最近一直在想，我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晚了这一步？是你工作太认真了，是吗？一个人要生小孩，有点难吧？左边卵巢还留着，我还有希望吧？做实验的时候旁敲侧击一下，他为什么去看妇产科？是不是生病了？偶尔带点点心去啊。他这个人啊，一工作起来就忘了吃饭，对身体很不好的。带点点心，想吃的时候就吃，很管用的。啊，哦，哎，这件事可以帮学长吧？记得要问哦。哎。事情呢，明明是个很好的事情，可以解决的事情，你们自己去劝劝他，女生那不是很好吗？哎，佳美姐，蔡局长的女儿来了，一定是说她爸便秘的事，怎么办？我可不要去哦。交给我。真的吗？好。喂，你怎么叫人都不来的？你有事找她好不好？护士小姐。麻烦你过去一下好不好？我爸他4天没大便哎。那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已经给他3个通肠气了。他现在脸都发青了，他就快晕倒在床上了。我们人现在在你们院里，你们总要去处理吧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再给你一个，你再塞塞看。我跟你讲没用啊，有用我还来找你啊。
会待会帮你问。我拜托你，我求求你好不好？就一定要你问吗？那他们。哎，张梅姐，你太厉害了，你终于帮我报到仇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们有你们的尊严，我不尊重你们吗？人家老先生，我们对他怎么样呢？但是话不能这么说啊，主任，我们也要替 intern 想一想，他这么年轻，工作压力又这么大，还受这样的侮辱。你来干嘛？哦，我来照顾我的病人。啊，蔡局长，你可能忍耐一下，会有点痛。杨医师呢？那个色狼刚才一直在叫便秘，杨医师去帮忙了。那个蔡局长吗？忍耐一下哦，马上就好了。说过我会再写一份报告，那你刚才为什么要帮他检便？这是两回事吧。好，你知不知道陈立青为什么这次注射以后抵抗力这么弱？他刚流了好多鼻血，我现在过去看一下。烧退了，你要不要去休息啊？等一下，我去休息一下好了。没关系，我在这里陪你。张医师，陈立新怎么样？哦，他烧退了。杨医师还在里面吗？嗯。那我回去了。
陈立清有什么电话的话，就马上 call 我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小姐，哎，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解释好不好？我现在已经很累了。是来看我太太伤口的吧？哦，来，让我把她伤口翻给你看。来，帮个忙，轻点，一二三。这边伤口很大，化脓了。我是想医生能为她做一个肌肉皮肤移植手术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先把它放下来。照顾他是很仔细的，不过这次感染很严重，伤口很深，你也看到了，所以我才想说，请你们整形外科过来看一看。护理长跟我讲过了，你们从来没有为植物人做过这样的手术，很麻烦，我不知道将会冒犯到你们。可是我事后想一想，让你们为植物人做这样的整形手术，好像是有点荒谬。我不是整形外科的，我是实习医生，我还在实习。都是这几天常来看他。我觉得，好像是在跟他互相鼓励吧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星期六生日，如果你有空的话，一起吃个蛋糕吧。哦，好啊，谢谢。喂，刘老板，你们好事成双，你不谢谢媒人一下？谢谢你，我跟你讲，根本就是没有，好不好？真的没有了，你相信我。而且人家已经知道我们这把戏了。真的假的？他怎么知道的嘞？我骗你干嘛呢？他那天还问我，如果你们是同学，为什么一开始要装不认识？那你要我怎么回答？是不是在唬我啊？可是他这两天都在跑妇产科，哎。啊，他又怎么样吗？不要再讲这些了，好不好？拜托你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被你害惨了。这一次，真的，我感觉我卷进去了。我从早到晚就想着他，班也没办法上。然后现在人家不想理我，那种感觉很不好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？昨天晚上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。我越想，我越不懂，我越不懂，我就越火大。我想问你，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要装不认识呢？好处在哪里？你跟我讲，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好把我介绍给他？我们两个人今天可能是好好的。哎，你认识他这几天你还不了啊？他多傲啊！
如果当初说我来帮他介绍你，他会理你吗？我当然有我的用心啦。哎，老兄，我是男人呢，如果到时候升不上主治，我怎么成家啊？你不要讲这么多好不好？不要啰嗦，我真的发现你不存好心。我是想说，你们两个能够好好谈个恋爱，或生个小孩，或成个家，对不对？反正啊，让他好好去做他的女人，我呢，顺利升上我的主治，这不是三全其美吗？这有什么居心不良？你告诉我。有什么事吗？没有啊。哎，哎，病人不能见客哦。我是胸腔内科陈医师。陈医师你好，因为院内关心周医师的医生太多了，所以主治医师特别交代，没事都不能进去。这样子啊？对。他诊断结果如何？诊断，他主治来了，你可以问他。哦，谢谢。我是胸腔内科的陈医师。我知道，有事吗？周医师他情况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周医师交代过，只能跟他的家人讨论病情的。他不是早产啊？早产？啊，你也知道，周医师他还是单身，怎么可能早产呢？不好意思啊，